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全人全心降服在神的面前，宣告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用敬畏谦卑的心来敬拜他。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手脚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手脚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
主耶稣，我们仰望你，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好牧人，唯有你能够引领我们走在人生的正路上。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们受教的灵，帮助我们的一生能够紧紧的来跟随你，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感谢赞美主耶稣，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电视祷告会，我们这个系列苦难与信仰，今天呢终于走到了终点。那终点是什么？终点就是得胜。苦难最后我们一定要得胜，如果苦难不能够得胜，我们的信仰就失去意义了。信仰就是向苦难夸胜。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看。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段经文其实点出了我们要怎么胜过苦难。不可能没有苦难，我们在苦难当中会载浮载沉，我们会有高低起伏，但怎么样可以保证我们获得最后的胜利呢？那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尤其是最后那一句话，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这句话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胜过苦难。我们要胜过苦难，我们就必须要效法基督。其实我们称为基督徒，基督徒三个字就代表我们是跟着基督的，基督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虽然在2000年前没有机会跟随他，但我们在2000年后，我们依然拥有这个机会来跟随他。那你跟随耶稣要干嘛呢？因为耶稣说过，很多人跟随我是为了要吃饼得饱，很多人跟随我是看热闹，要看神迹奇事。犹大都看了，这些画面犹大都经历过。五饼二鱼的时候他在，耶稣行走海浪的时候他在，耶稣平静风浪他在，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在。犹大并不是错过了什么画面导致他后来成为一个被教者，犹大他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办法跟耶稣一起吃苦。当耶稣提到说我要担负世人的罪，我要被兵丁钉死的时候，连彼得都说万万不可。各位你记得吗？门徒们在争论谁为大，他们在争论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谁坐耶稣的左边，谁坐耶稣的右边，甚至都惊动了老人家约翰的妈妈，都来跟耶稣关说，而且非常直白，连红包都没有送，就直接说我两个儿子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我们就看见门徒他们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跟随耶稣。这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可能像门徒一样，我们一路上好惊讶，惊呼连连，哇变水为酒，哇你看耶稣又做了一个神迹，瞎子看见，哇你看瘸子行走，哇聚会的时候聚会参加很多，特会我们参加无数了，可是今天竟然天花板破一个洞，最早的电梯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把一个人从屋顶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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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掉下来了。这些画面门徒都经历过，他们甚至经历过耶稣的登山变相，看到耶稣的脸面发光，几乎所有信仰当中的神迹奇事神奇的那一面他们都看过了。但他们还缺一样，耶稣在逾越节宴席之后，耶稣说走吧，你们同我警醒祷告片时，到了这一关走不下去了。
至少犹大走不下去了。犹大觉得你开什么玩笑，我跟你跟了一辈子，我当你的学徒没有薪水就算了，竟然你这个人这么没有经济学的概念，一瓶真拿达香膏30两是一年的薪水，啪他就砸你身上，这钱拿来周济穷人该有多好呢？我们就发现人性实在是很难以去理解，我们总是用最神圣的理由来包装最不堪的想法。他自己也合理化，这钱我不是要放我的口袋，这个钱拿去给穷人该有多好。我们都在自欺欺人，犹大犯的错我们根本就天天都在犯，但耶稣并没有丢弃他，连犹大要去卖的时候耶稣还是看着他。圣经上描述耶稣很难过，耶稣很心里面悲伤，他知道拦不住的，你去做吧。耶稣一直试图挽回他，因为圣经说从起初耶稣就知道谁要卖他，那你真的觉得很矛盾，耶稣知道要卖他还选他？你不能因为知道一个人会犯罪就先把他枪毙吧。耶稣一路上都在挽回，都在挽回。耶稣说，我不希望没有给你任何的机会就让你走上灭亡的路，所以耶稣把所有的恩典通通跟犹大分享。所以弟兄们，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唱诗歌敬拜赞美，然后又参加营会又参加特会，弟兄们，这些东西都不是最宝贵的，因为这些东西都不能够保证你有办法跟基督一起受苦。犹大的败笔就在于他受不了，他受不了，最后他跟了半天，而他的老师是死在十字架上，就算我告诉你死也复活我都咽不下这口气，我就是没办法接受死，我就从头赢到尾。这是犹大心里面一直捆绑他的思想。弟兄姊妹，我们讲苦难讲了一个礼拜，我们最后这一堂我们还是要来分享，你一定要效法基督的受苦，一定要勇于吃苦，我们不用自找苦吃，但一定要勇于吃苦。第二件事情，要胜过苦难只有一条路，谦卑。耶稣没有说要吃苦也轮不到我，我这么多学生，没有，耶稣说他就带头，他心里柔和谦卑。什么是谦卑？谦卑就是觉得我遇到倒霉的事我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就不会觉得为什么是我，这么糟糕的事情为什么不是他，凭什么是我。谦卑就是坦然接受临到你的所有的事，而且你知道一定是我有一些功课还没有学好。耶稣基督愿意舍弃天上荣华，他说我愿意谦卑的来成为人。所以我们要胜过苦难只有一条路，谦卑。我们效法耶稣，然后呢心态就是谦卑，而最后我们刚读的经文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要与众圣徒一起得胜。得胜不是你一个人的英雄，就连美国的好莱坞都懂得，所有的超人们最后总得要合体变成复仇者联盟，一个人赢最后你还是要输的，只有大家一起赢。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祷告，我们来祷告求主让我们能够效法基督的心智，让我们真的是愿意背十字架。也许第一天你跟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还有点害怕，但是已经第五天了，求主挪去你的害怕，让我们愿意效法基督，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你就是我们生命的榜样，
你本有神的形象，却甘心顺服神的旨意，谦卑虚己，成为人的样式，背起了十字架。主啊，你为的就是要使天父上帝得着荣耀。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也甘心乐意效法你为神受苦那样，让我们也能够甘心乐意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讨神的喜悦，能够荣耀上帝的名。愿圣灵来引导我们，向罪死，向神活着，让我们的一生就为荣耀主的名来奔跑。感谢赞美主。主，是的，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效法你的心智，就让我们以你的心为心，不再单顾自己的事而已。就因为你已经为我们示范了十字架的道路，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常在苦难中时常来思想主你为了我们这不配的罪人所受的苦。主，帮助我们学习像你一样，在苦难中我们仍然有盼望。主，并且这盼望是你所赏赐给我们的。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要胜过苦难，我们就是要很谦卑的向苦难学习，而不是在苦难中抱怨，而不是在苦难当中我们一直在抗拒。我们乃是在苦难当中谦卑反省自己，谦卑学习功课，不抗拒摇将在我们手中所做的任何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让我时时刻刻欢迎你在我身上一切的摸索以及塑造。求你赐给我一颗谦卑的心，帮助我不管在任何的事上都能够先寻求你的旨意。即便我在苦难当中，即便那确实不容易，但是求你让我学习以你的心为心。主啊，你有完全的主权在我的生命当中，你能够做任何你想要的事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的生命成为一个敬拜你谦卑的一个生命。感谢你耶稣。主啊，感谢你，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和柔软的灵，能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为何。主啊，我的心要默默无声专等候你。主啊，专等候你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的磨塑，因为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也给我们一个顺服的灵，可以看见的眼，让我心甘乐意的与圣灵来配合，走你喜悦我走的道路，也不要消灭圣灵在我身上的感动，时时带领我来走天的道路。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一起要来祷告对付我们的诡诈。我觉得人最难的就是我们会虚假的谦卑，所以我们要来祷告说，你怎么样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谦卑，他愿不愿意跟众圣徒一起得胜。我们经常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就是为了证明自己，你看我好有爱心，我好谦卑。我们很诡诈的用谦卑表现自己，所以圣经特别提醒我们怎么办。有时候你自己都没有察觉到，圣经说那有一个指标，你愿不愿意跟众圣徒一起征战，而不是一直证明你自己我最厉害。不要在教会就想要站在台上，你的脑袋想的是众圣徒众圣徒众圣徒，我只是众圣徒当中的一位。我们要用这样的态度为我们自己来祷告，让我们不要自高自傲，是真正的跟众圣徒一起掏出喜悦。我们同来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真实的谦卑是怎么样子的，求圣灵光照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真实的谦卑，是要
不单顾自己的事，也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能够与属灵的伙伴能够同心同行。主，你的话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恶人便能抵挡他，山谷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折断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再自己走信仰的道路，求你赐给我们能够同心同行的属灵同伴，让我们能够一起过信仰的生活，在祷告里面彼此纪念，同心代求，看到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临到我们的生命。谢谢神，我们赞美你。就是的，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有一颗谦卑的心，就让我们不单顾自己的事，不抗拒你对我们生命的修剪，就帮助我们依靠顺服你，就像你顺服天父的旨意一样，就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不自高不自傲，让我们不只用谦卑来胜过苦难，我们也与众圣徒一起来得胜。谢谢你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主，你是我们的头，我们互为肢体，只有一个头，只有一个元帅，帮助我们大家都降服于你，我们都连结于元首基督。我们只是像葡萄树，葡萄树是最脆弱的，所以葡萄树需要彼此连结，葡萄树没有英雄主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看清楚我们自己软弱的本质，看清楚我们彼此需要，让我们不要贬低别人高抬自己。求主教导我们这些宝贵的功课，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